我刚试的插花，看看还能凑合入眼吗？娘娘可真是折煞奴了。我自小不善此道，我们曹家孩子弓马骑射是极好，经书是要读的，焚香插花绣工那可真是不行了。娘娘最近倒是真是爱上焚香插花了呢。天降了个好师傅，要一起过半生时日，不可浪费了。翠白离开画院，去云游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没人难为他。可惜深宫院内没法跪求娘娘传授武艺，倒是最近有在努力读书，有好些不懂的。若是娘娘得闲，肯指点秋荷一二，那便是秋荷的大造化了。